你分厝早钱无？有啊啦，我早搞啊。嘛紧啦，我搁加摕一撮互你啦。卖啦，免啦。你家己妈爱用卖啊。我嘛紧啦，哎，我伫厝较免啥收费啊。啊，你免啦，真正免啦。你出外出门在外吼，拢爱用钱啊，坐车啊，拢爱钱爱收费。卖啦。冇啦，你都卖啦。炸掉啦，炸到都分厝啦，来啦。哦，跌掉啦。给你们看看什么叫幸福。准备搭车去台北上学，突然看到阿嬷自己一个人在整理菜园。阿嬷，阿嬷，我要去坐车哦。好啊，啊你要坐几点的？五点的啊。坐五点啊，啊你分厝早钱无？有啊啦，我早到啊。嘛紧啦，我搁加摕一撮互你啦。卖啦，免啦。你家己妈爱用卖啊。我嘛紧啦，哎，我伫厝较免啥收费啊。啊你。免啦，真正免啦。你出外出门在外吼，拢爱用钱啊，坐车啊，拢爱钱爱收费。卖。冇啦。卖啦。冇啦，你都。卖啦。炸掉啦，炸到都分厝啦，来啦。跌掉啦，跌了都分输啦吼！啊，你爱食啥买食吼，啊免欠啦。啊，你家己妈顾好。有，我会顾好，我伫厝较快紧。啊，你伫在外吼，出门在外吼，啊注意安全，吼啊食爱食，吼啊若无够甲佫讲，吼啊出门要注意安全较重要。阿嬷，我真的觉得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那你可以再给我500块吃饭吗？啊，天天急急要开家门。今天来弄个活鱼汤，来恶整我可爱的阿嬷。没想到被阿嬷的反应，笑死。阿嬷。啊，你讲啥？盐的呀。什么盐？得盐味道的。盐？你要创啥？煮菜，我要创汤啊。你一心只想赶快煮菜的阿嬷。盐。我心虚了。盐我唔知放在。盐刚刚被我拿去加鱼汤了，装疯卖傻。我唔知。你打吹看啊。好了，蛋姐。好了，没了，先来了，先拎，先拎嘛，先喝我的鱼汤，好吗？你的滴，你这个头前的呀，这个头前的呀，搁一盖，被阿嬷笑死，你等下爱表现出那种足好食的感觉，哇，讲足好食安尼啊，开始，哇，鱼汤哟。哇，太好吃了！还没吃就知道好吃了，笑到黑咕。哦，这鸭子鸟。阿嬷进入表演模式，完全没删。我鸭吧，阿伯家鸭吧。哦。哦，漂亮哦！嗯，好可爱哦！我觉得阿嬷比较可爱。大漠林听着，哇，好香好香！味道赞。那夸家，下次再煮好吃的鱼汤给你喝哦。好，夸家，干好去家了。对啦，阿嬷真的很闹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拜拜。